后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Meet， 就是我为你们，我们一起为你们祝福歌曲，好，就是我们遇见的你们在街头，然后一起在音乐会，然后遇到了你们。好，来我们来听听看。
好听吗？好听哈、哦！这首歌是我们自己的原创，然后哪里买呢？在虾皮，在 CD 上面都可以搜寻维肯艺术。你知道哪个维吗？唯一的维，一个蜜字旁的那个维，肯是林肯那个是吗？肯林不是林，维肯维肯艺术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CD。哦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。好，今天很好听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然后这个我们录音也是花非常长时间，然后这个鼓也是我自己编制的，为你们大家而做的。我真的太休息了，谢谢。对，我在那边加了很多巧思进去。那天录一个晚餐也没吃，就为了这首歌。谢谢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就那天录完了很累，然后就去吃，啊，对，吃宵夜，对。我录完在自己听，我觉得很开心。那边有没有？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来音乐会的？然后想要再下一次，想要再看吗？想要。那我们下一次再办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天有在思考，就是因为我们办过 Meet， 我们下一次要叫什么名字？然后子安就说我们办 Meet 二 ，Meet 二，然后那个衣服就是2020弄掉2021，超烂。他说2021要继续办，就把囤货然后涂掉，然后2021要计划2021 Meet 再对，很有艺术感，对不对？要什么涂掉，艺术感增加，有吗？从原本一件多少钱？一件400嘛，涂掉变1400块，很潮，真的很潮。OK， 对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买那个衣服，我们衣服也是剩蛮多。我们 model 那个今天那个去上班的就是，好吧，反正大家可以支持我们一下，个人品牌就是科颖的衣服在这边，但你们穿起来非常有大学的感觉。大学戏服 ，OK 吗？大家支持一下。Okay. 有没有觉得这个很非常的？好，听听那个 solo 来了 ，solo 来了。那个时候我在想我的 solo 要怎么编的时候，我这边你没有加入一些分出去的轻重音。整个三连音，哇！16分音符轻重音，位移轻重音，三连音，然后差不多这样，好像很复杂一样。好了，就这样。这首歌呢叫做《Meet》，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上我搜寻一下。对，那个手机可以给你了，谢谢。等我换一下哈，播音。